Side 最近陆续释出回归概念照，人人都染了浅亮发色，就连舒华都以白金发示人，破格挑战让粉丝们超惊喜，还登上各国热搜趋势。因为舒华一直都很爱惜自己的一头黑发，加上头皮偏敏感，出道以来除了挑染过一次棕色后就没有再染过，粉丝们也好奇下决定的经过。成员们日前直播时便透露了背后的过程，由于需要得到所有成员的同意，除了金发以外也还有另一种方案候补。有成员坦言没有想到金发会被选定，直呼舒华下了很大的勇气。舒华答应的理由并不是谁说服他的，也不是挨了拳头被迫屈服，而是自己听了概念后，为了成员们暂时放下了自己的信念。维娟还透露舒华染发的时候都哭了，先前被问到最近喜欢的事物时，舒华就神回应头皮按摩。如此爱护身体的舒华，为了这次回归真的是拼了啊。